五妹妹，六妹妹，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姑娘们，要不是知道你来啊，想偷偷相看，何必搞成这样？她捏着个书本，眼睛瞅着别处，倒像是她心里有人了。公子。 在盛家家书读书时，有没有跟盛家的姑娘说过话啊？平日我都为公子瞒着，好在六姑娘懂礼数，纵使公子飞往上凑，她恃宠不骄。如今，我只想平平安安过余生。从此以后，你不要来寻我。预告太短，不够看，想获得更多剧透，欢迎关注腾讯电视剧微信公众号，获得更多剧情。 微博搜索腾讯电视剧，还有明星签名照和精美剧集周边等你来拿。